其实家里到处都是宝，不信你往下看。一，教你用扑克牌制作一个收纳盒，准备一副扑克牌，两张牌交叉折叠，像这样将两张牌卡在一起，同样的方法做八个。第二步，扑克牌对折，将八个小方块串联起来，拼成一个八边形。第三步，扑克向背面折 1.7 厘米，然后插在边框缝隙，插满八个，用透明胶固定。同样的方法，再向正面折 1.7 厘米，插满后用透明胶固定。第四步，将扑克中间剪开，像视频里的这样折八个，分别插在衔接处固定结构，一个牢固的桌面收纳盒就做好了。二，剪下瓶口，用剪刀修剪边缘，然后两个盖子拼在一起，听到咔嚓一声就说明扣紧了，一个小小的收纳罐就做好了，用来装花茶咖啡、项链首饰、分装药品，随身携带特别好用。三，把手提袋的提手剪掉，在侧面剪出一个 Y 字形，底部预留位置要与纸巾的高度一致，放入纸巾，两侧用家里闲置的耳钉或者胸针固定，简单实用又美观的纸抽盒就做好了。没学会的收藏视频，想学的时候边看边学。